好，在这一边他要我们做这一个 tidy 4.3 OK， 好，他要我们写成 log form， so 我的 A 的这一题呢，我把我的6踢下去， OK， so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把我的那个6踢下去，等一下我这一些我就放一下，好，我把6踢下去，所以我把我的6踢下去的时候，它就有2等于 log 636。OK， 记得我有 a power x 等于 n 的时候，我把我的 a 踢下去，所以我的 x 等于 log a n。3踢下去 ，m 等于 log 340。n 踢下去 ，2/5 等于 log n 125。OK。然后接着我们这一些还有这一个这样来，我把我的 K 踢下去，减4等于 log K 611， 1/3踢下去 M 等于 log 1/3 5/4， 5踢下去 0.25X 等于 log 538。 就是这样。So 有学生问我了，老师到底要先写号码还是先写 log， 然后其实都可以的，这边我是先写2等于 log 什么，然后 m 等于 log 什么，可是后面提供的答案呢是刚好完完全全跟我的答案是倒反过来的，那后面提供的答案是这样， OK， 那后面提供的答案是这样，哎呦， So 他给的是 log 336等于 2， 然后 log 340等于 m， 然后 log n 125等于 2/5，然后 log k 611等于减4， log 1/3 5/4等于 m， log 538等于 0.25x， 这样 OK 好，所以它这一个是这样的东西， OK， 我这个3写到太难看了，我这边改一下。好，来，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OK， write the following equation in the index formSo 我刚才是从 log 变成 index， index 变成 log， 现在呢我要从 log 变成 index， OK， 这一边这个我要从 log 变成 index， 这样好，所以我要把它 log 变成 index 的时候，我把10踢上去，1000等于10 power 3，然后 0.45 等于8 power q， 46等于 x power 减3，我把我的这个8踢上去 ，x 踢上去 ，m 踢上去，7/18等于 m power 3，25踢上去，五等于25 power 1/2，6踢上去，35等于6 power m， 这样 ，OK。好，来，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题，它五题而已哦。好，在这一边它叫我们写成 index form， 然后再找 x 的那个 value， OK。 好，首先我的这一个 x 等于5 power 2踢上去25，然后 1/x 等于7 power 减3，然后 1/7 power 3，我们知道 a power 减 n 等于 1/a power n， 这样，然后所以我的 x 等于7 power 3等于343， OK， 你在你的计算机这一边7 power 3还是343，然后接着我的这一边的这一个它就由3踢上去 ，x 等于3 power 减3等于1/3 power 3 1/27，然后我的 3x 等于4 power 2 ，OK， 然后我的4 power 2是16，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16 over 3。好，
接着我们看 E 跟 F 的这一个，一百四 x 等于六 power 减三，所以它是一百六 power 三 ，OK， 所以它是一百二一六，是一百四 x， 所以我的 x 等于一百二一六乘四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越减了，一四四五四二十。四四十六，一百五十四，所以它答案是一百五十四。然后我把我的二替上去，六百 x 等于二 power 五，等于三十二。所以我的这一个六等于三十二 x， 因为我的六百 x 嘛，我把我这个替上去，替上去。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六除以三十二，等于三除以十六。三百十六，好，就是这样。记得我们的 a power 减 n 等于一百 a power n。OK， 然后在这一边呢，我要检查答案。我怎样检查答案呢？你看啊，我拿到二十五，所以我在这边 alpha log 五，然后二十五它变成二，所以这个正确。三四三。所以我的这个 log 七，然后一百三四三，然后拿到的是减三 ，OK， 所以我的这个是减三。好，这个是 B， 然后我的 C log。三一百二十七减三，对。然后我的 D log 四三乘这一个十六百三，它变成二。对，然后六一百四 x 是我刚刚拿到的是一百五十四，一百五十四。我拿到的是减三，然后我的这一个 log 二六百 alpha x 是这一个是三百十六五，正确 ，OK。然后我们这一边呢，我有一种功能叫做 Shift Soft， 所以我有 log， 然后六一百四 alpha x alpha 等于减三 Shift Soft， 我随便放一个号码，然后它 processing 出来就会给我一个小数。然后这个小数其实是154 OK， 好，接着在这边还要我们用 scientific calculator find the log， so 的这一边它的这一个就直接 log 一万，然后它拿到是四，然后过后呢我的这一个 log 0.65OK， 然后我拿到的是 -0.1871， 然后 log 421，然后 log square root 8。
然后 lock 试试试，然后 lock 5.33，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要写成 for significant figure， OK， 所以这一个我进位一啊，算了 -0.1871， 然后 for significant figure， 然后这边进位 -0.72022， for significant figure 这一边就0.4515 1234 for significant figure 1.633 OK， 如果我写成 for significant figure 是 1.633 啊， OK， 然后后面提供的答案是 1.6335， 它是 for decimal place， OK，就如果你写超过 for significant figure 是不用紧的，你写多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写多呢你容易写错，然后而且你会浪费时间，所以正常我们 minimum 我们写 for significant figure 就已经是很安全了的，所以 0.7267。 好，接着在这一边他要你写成 log 的 form， 然后再找他 x，所以我把这个踢下去 ，x 等于 log 十五百，所以我在我计算机这边 log 五百，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这样，所以我的 x 呢就会是等于零，就会是等于2.6999 ，OK。然后在这边的时候，这个踢下去 ，x 减二等于 log 十。6.65， 所以我的 x 等于 log 10 6.65 加2，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 log 6.65 加2，所以这一个会变成了 2.823 进位行为，然后接着这个我把我10踢下去 2x 加1等于 log 10680，所以我的 2x 等于 log 10680减1 x 等于 log 10680减1 over 2，log 680减一 over 二，所以这个是0.9163，踢下去三减二 x 等于 log 十1200，我把我二 x 搬过来，这个搬过去，三减 log十一千两百等于 2x， 所以我的 x 等于三减 log 十一千两百除二，for significant figure。-0.03959。好，就是这样。好，接着那个下面的这一些呢，是属于另外一个 V 的部分的。OK， 我另外的影片再来讨论。